这位是开当铺的老王，据说他的消息比较灵通，我咨询了一下，从哪能找几个女服务员，他说这里有。哇 ！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去网吧工作吗？做什么？服务员。出多少钱？我不太懂行情，你出个数吧。一天一万。我天，这么多，500行不行？成交。就这样，我以每天500的价格，请了2名女服务员。我让他们站在墙角，以便吸引过来更多的顾客上网。这间包房里面，我又装了2台主机。好嘞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安排上人了。再挂个广告牌。哎哎哎，我天，什么情况？这才刚开门呀！老灰网吧刚开业，就凭着老板机智的头脑，迎来了大量的顾客。来，大兄弟们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这又有人进来了。大兄弟们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上好的机器，内置包间。哎，走喽。这生意红红火火的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当上首富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呀。